边呢，我们这里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水里乡来办，所以希望把我们这个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啊，还有那个健康啊，带到我们的尽量带到我们的乡村来哈。将近有十分之一的人，超过200万人有糖尿病，可是近一半的人，大部分都不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，所以我们筛检很重要。他糖尿病他引起的并发症真的是很严重，最严重的就是最基本的就是眼睛会失明，还是有一天要洗肾，还是说你的皮肤里面不会好，所以又要截肢。所以还有比较严重的就是你会有心血管疾病啊，还有这是并发症，所以它并发症是真的是很严重。所以假如我们糖尿病把它控制好的话，我们的那个生活可以像平常一样啊，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不会说变成黑白的。假设你有并发症的话，我们的彩色就会变成黑白的。那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平常要多注意，要运动，要多运动，要注意我们的那个体重的控制、饮食的控制，还有就是我们要就是要尽量的来注意我们的血糖，平常就要注意我们的血糖。啊，血糖是真的，假如说我们在这边有对药，就血糖太低。